对不对先？我跟沙利哥哥直播关你们领事咩？我有自由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不可以，那个不可以，我有插手你们吗？我都没有插手你们了吗？我单独一个有插手你们吗？有没有？没有插手你们，你们讲巴怎么？嘴巴讲令箭怎么？这个又不可以，那个又不可以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没有自由啊，我有插手你们吗？我靠你们吃饭啊，没有靠你们吃饭吗？对不对？我跟谁直播关你们领事咩？丢你老妹，食屎啊，对不对先？讲这个讲那个，哎，我跟沙溢哥哥直播又关你们什么事哦？对不对？你们有你们自由，我有我自由的嘛，对不对？很久没有屌人了，不爽是吧？你们啊，是不是不爽？全部一起来啊，一起来，一起来啊！丢你老妹，对不对？我跟谁直播我没有自由啊？我有自由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单独一个。关你们什么领事啊？食屎啊你们是吗？对不对？这样你得空啊去捉鸡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先？这样得空去捉鸡，不要嘴边这边讲那边讲那边讲，讲什么懒觉哦，对吗？这样喜欢讲人家的是非，对不对先？啊，我跟沙利哥哥直播关你人事啊？啊，关你们什么事？关你们什么事情？你们讲，对不对先？我有我自由，跟谁直播关你们什么事哦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自由啊，我有插手你们吗？我没有插手你们吗？我单独一个，又没有讲这个靠你们吃饭咩？真的是靠你们吃饭是吗？不是靠你们吃饭，你懂吗？这样喜欢讲人家是非的么？这样得空啊，回去照顾喂奶啊，喂女孩子，教女孩子读书啊，这样喜欢插手人家什么事，对不对？讲这个讲那个，又套路什么套路？这样多套路咩？这个世界，怎么没有穿衣服啊？啊，不需要穿衣服的嘛，对不对？直播要穿衣服咩？没有穿衣服才好看嘛，对不对？拉你啊，一拉你就断线了，对不对？单独一个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跟这个直播不可以，跟那个直播不可以，又讲哎呀，人家又害你没有工作了，又这个这样多东西讲的，我又没有靠你们吃饭，对吗？有靠你们吃饭吗？没有啊。